枪换魂，无边松气中，促进名副归咎，缓缓之故。阴冬接近阴时了，要入水乡的魂天。天机天机，玉飞鸭潜水移交再现，将去河顶迄劫。天道何为？世道何故？青龙子出门，一生所求为何？为正义，为正义，在关键时刻，别无选择，唯有下心。青龙子，你想同归于尽？这是我最后的选择。我哥青龙子，将让咱一切不该存续的路。同归于无报，九龙退散，三公弃力，青龙子下心就义，只为天魔灭降。这场反复不灵，未来的命运一战，究竟是怎样的结果？欲知精彩后续，切勿错过。我们的宝地戏《霹雳惊天录》第三章，情义不灭不灭。行行动。